开灯了。这个到够大。这金公鳗也可以打，哎，天天吃鱼啊，说实在也不怎么想打了。打了一条大大的金公鳗，这个下潜深度大概是10米左右，然后这个相机这屏幕都压爆了，我靠！帮我拿到相机吧，不敢带下去了，再压的话可能要烂。
天总算是打到一条鱼了。龙哥，应该也有七八斤这一块了。这么大的龙虾，好玩吗？抓一只龙虾都够本了，打了。我操！我还抓了那么多鲍鱼。我现在开始也有点冷了，已经有两个小时了吧？有了吧？我就打一条鱼，你打这么还多？今天把相机给压坏了，再抓五十龙虾都抓不回来，可能要抓个十几只才能把这个相机的本钱找回来。蛮早的，我们现在先回去了。我操！先上船休息一下，胃反酸了，受不了。站麦了吧，有那个不够站麦上的路，我会给你飞的稍微那在一边走。那是结婚了不了给你，你那边看工。龙虾。看到阿虎了。这里在什么风？我赢。龙虾。我不赢你嘞。称一下龙虾多重。不到一斤。你打亏输你俩刚讲了。今天打的鱼，就这么四条。我把它内脏给处理了，今天晚上吃鱼吧，在船上只能吃鱼了。今天收获不咋地，还好有一只龙虾来撑一下场面嘛，要不然今天就白搭了。这个龙虾来这里抓了两只龙虾了哦。我想来想去呢，这个时候开始撬鲍鱼了，这个鱼呢就不打了，感觉打鱼的话在这边也挣不到什么钱。如果现在的鱼保鲜拿回家的话，基本上这个鱼就不能吃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先这样啊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海南岛了，这里是铜鼓岭，这边水清哦，都想下去打鱼了。
看都是鱼，这里有很多鱼都被人家干光了。啊？这里像我们打鱼的人很多，很多，很多，马上就可以拿到潜水服了。走走走走，挖来一趟路，路要不走吧啊，把爱数吧就来。今天有老表来抓鱼了。老表今天是掉到鱼窝里面了。这个真正的是鱼窝。要下去捞，继续，要下去才快。不低呀，越说的多。老表，一笼就捕60斤，这个爽吗？好多鱼哦，这里。一两条就可以了。哦，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太多。哦，这个抓鱼爽吗？不是我一公司那么钱，你要你也看过钱。不行鸭脖的又连滚毛了，啥叫死？那么轻，你也太过轻。喂，我啥毛都啥死都摸到毛。不干啊！哎呦，好过瘾哦！王老师啊，喂，乱压啥子？啥子？我的潜水服来喽！我连搞也进来哎！来，大爷叫了，迫不及待了，赶紧弄过来看一下。哇，你两个拿起，咁样。我的装备拿到了，哇！老哥，看起来挺厚实的哦。拆开来看一下。在海上还能收快递。哇，可以挂，装来噶。我自己都冇讲话条吧。十片烟，这下子不怕了，看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新衣服。这个真的很厚。裤子。衣服，明天不怕冷了，明天下水了。跑了38公里，过来收快递。好了，把它收起来先。苹果。橘子。啊，我的配重。这个衣服比较厚，如果不加配重的话，潜不下去。装备。这个装备总算是全部到齐了，这下子放心了，可以在海里面为所欲为，想怎么下就怎么下了。